刚转过弯的副驾驶的车门突然就打开了，从里边掉下来一个孩子。 有一个紧跟在黑色轿车后面的出租车，这个时候紧急刹车，而这一眨眼的功夫，黑色轿车的司机，孩子的父亲就从副驾驶座的位置上冲出来，跑过去一把抱起了孩子。这个时候，汽车又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向前驶出了10多米，撞在路边。